来，三二一。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易安尬世界之2019服不服元旦特辑。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少一个人？快你来讲一下啊！我们少了我们的于牧阳，大哥你不要抖，我等冷啊。好，其实今天呢是少了我们的于牧阳，因为于牧阳现在甚是想念他的家人，就是他的妈。对，不是，对。好了，那个今天的游戏我们就是要速战速决，因为它是元旦特辑。游戏规则呢，就是挑选这个烟火，两个人互捏耳朵，坚持时间长的人先选择，就捏着耳朵，你把它扯，就扯，还扯。我知道了。就是我跟迟一捏，如果你先喊疼，那你就输掉了，是这个吗？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我们还要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，捏耳朵这个元旦啊习俗它是怎么来的呢？一个巴西农村有一个特别的风俗习惯，人们在元旦见面时一定会互相揪扯对方的耳朵，过完元旦耳朵都是红红的。这是被揪红的吧？不是耳朵掉了。我原来过年的时候，就耳朵就是被我家人给我揪了，就是我不听话嘛，不是因为那个揪了就很慌，然后又很烫，然后我就会贴着那个铁桌子啊，或者贴。我嘴真很凉快。对，凉快，然后就会越贴越热，越贴越热。你在东北就粘在那儿了。我妈就从来不会揪我耳朵，从来就只是扇巴掌。扇巴掌。那我现在。这样，何若就是那种种子选手，我们这里面最后胜出的人跟他 battle， 好吧？那捏耳朵是谁先捏疼对方？就是自己认输为止。对啊，你放手了你就输了。对，我认输了。那很恶心的，我也要。我认输了，那是不是就直接认输就过了吧？对啊，认输吧我们。哎，元旦特辑啊，速战速决啊！比赛的信念，奥林匹克精神第一啊！哦，假的。好，你们俩先啊，我们俩先好。OK， 你懂的，嗯，来。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也是。呀！啊！好痛！啊！要掉了，是吧？你们演的吧？不行，演戏不过关。真听真看真感受，悲伤中都透露着一丝的开心。不行，我要感觉认输了，好痛，真的好痛啊！啊啊啊！哇，他不行了，他已经被我就是揪到。哎，那他要开始选了，开始他们两个吧，试着。可是好像他也别人捏我的耳朵耶，我也很讨厌，好吧？他给你咬了。我们这样，好痛！快来吧。先擦一下，我为你表示尊重，刚才擦了我的耳朵。我烧一下，好吧？烧一下，你给我烧，烧，消个毒。来，好，三二一。啊！好酸啊！我摸都没摸到，我就。你们两个再选出第一个。哦。迟一又被我整了，我真开心。已经很多次被我整了，加油，我们来吧，加油！啊！哎呀，豪哥再挑，快点，加油！这样，何若就是那种种子选手，我们这里面最后胜出的人跟他 battle。那他就是第一名了。他要跟你挑。我没有，我今天主持人，我有主持人也要单挑，主持人也要。那我们先决第三、第四，没有啊，没有必要，我没有必要，对我也是后一名，不过这样看最后的结果。OK， 没有，男人之间就掐到红位置，知道吧？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他们俩真的是悲伤当中透露着一丝丝的开心。我们一起放歌好吗？因为他有歌。OK。那既然我胜出了，我们两个都胜出了，然后我们就我先吧。这个心啊，太土了。
这个二真够二的。那就来个长长久久。我不要长长久久，我要一帆风顺。万里挑一。那我就二龙腾飞好吧。什么您这个给你吧。我要挑这个桃心，我觉得它这个蛮好看的。那少了一个鲨鱼的应该给谁？鲨鱼给那个二吧。快快快，给二。哎，那我们这个蜡烛干嘛用的？哦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哦，我来，看你这个人真的是胆小的嘞。你比的是谁的烟花时间最长吗？啊，那我赢了呀。怎么没提前说、啊？怎么没提前说啊？他这个好长啊，感觉从头燃到尾。谁的时间长是吧？是酒。你不是爱情吗？啊，最长吗？我把桃心换成了那个，因为我以为是最快的。哦，我们合起来二一零九，中间插了一个。二一零九是吗？2019。二零一九。哦，这是2019的意思哈。对啊，是2019。在想什么？鲨鱼的那个。我们一起是吗？三二一，烧。打着。干嘛？哎，他们着了，太棒了。着不了这个心，这个心是不是很耐烧啊？我这个怎么着不了啊？你帮我说一下。没有，你点两层。啊！打到我了！我这边烤个一年。啊！我不想。你好了，没了。还在烧。你看，你们都烧完了，我的还没着。那他不是赢了吗？哎，我是不是赢了呀？我挑了个质量最好的，他着都着不了了吗？我来烧。不能，黑猩猩吗？不能，不能，这个是。对，点烟花从小到大就没怕过，好吗？是。烧这个地方。看吧，哦，着了，哦，那干脆把最后一个也点了呗。对啊，不是玩火要亮出来。这是小时候你妈妈骗你的，我告诉你。哦，真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一类说法。难怪，但我不敢质疑他。我敢质疑他，啪！他这个奇怪一点的，他不是数字的，就烧得慢一点。哦，你再不着，我把你打死。因为你这样，它是圆的，它是凸两边。那它那个零也是圆的。对，圆的圆的两边扩散呀。可是我九是这样绕一圈。所以算下来，我的长度比你们要长，因为我比你们长，所以我时间比你们久，所以这个长长久久。什么呀？你们都弯弯曲曲的，就我是直的，所以我最长。我也是直的，哦，我也是直的，两道直。我也是直的呀，我又弯又直呢，我。你们那个就是弯的方向，就它是弯的。哎，你看又有个弯的，哇哇哇！哪个摄影师在看我？好了，好，那我们最后的最长是零吗？啊？哎，真的吗？那所以呢？所以我们就耳朵有什么？对啊，意义吗？所以揪耳朵揪了半天干嘛？他没告诉你们要选，没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当的他。哦，他这个没办法啊，太机智了我。快来拿我们的奖品。啥呀？他送我一把，那就一起玩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是，我玩这个，这个什么？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要，不要让他，没人跟你抢啊。这是那个甩的那个铁丝球的那，哇，这个好厉害啊，这个，甩的，就上次他们玩的，我不在，什么？他还以为捡到宝了你？哎，不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很好玩。你找我。啊、快快快让开！我点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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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小心，这个会碰到。什么小心？Happy day, happy day, yeah！ 来，分给你们一只。走开！走开！我们俩魔法对决。他怎么敢给不敢碰？秀，黑魔法防御。行了，我跟你说。着了，哇，着了！你给我引一下，你看我这个，好鬼啊！没了，别吹。永恒之火灭，就是你们这个。
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，在我们的欢乐中就结束了。因为是元旦特辑嘛，然后每个人给大家一个跨年的祝福，那就你先来。完了，祝大家一帆风顺，暗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如春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八方来，在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一口气哦，你们可以吗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心想事成，然后就是，只要是你们想的都可以实现。就是呢，在新的一个年，新的2019年，就要大家可以天天的开心，天天快乐，天天都有好心情。祝你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哦，真的，对，新年快乐，祝你快乐。提前祝大家猪年快乐！哎，其实2018年过得蛮快，2019年记得常回家看看自己的家人。哎，这是说出了你自己的愿望吧？对对对，我们接下来这些烟花会带到天台上去。对，我们自己 play play， 就大家就不要 look look 了，好了，拜拜。嘿，哇，这吃的吗？吃的还是点的？我还以为是仙人掌，来，平安果。我要把它拿去拍卖，只吃了一口，味道极好，不要喷我，谁没有缺钱的时候。好的，那在大家看着我们吃这个甜品的时候，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想吃呢，可以自己去购买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